部内啊，已经冒浓烟出来了。那还是由我们同仁啊，着那装备啊，拿那室内消防栓啊，进入里面抢救啊。还好里面人员已经撤出了，所以现场没有人员受困了及伤害啊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